好，在这边呢，我要讨论的是 EPH 的 practice intensive from 2 chapter 3的 algebraic formula。OK，第一题它给我 y 是这，v 是这一个，然后 formula 是这一个，然后它现在告诉我这一些 information，然后它要我找出那个t 的 value，所以我在这边我的 v 是315，放进去。然后十 t square yy 是三减16，就把这个减翻过去，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315减165等于30 t square，然后这一边这一个315减165，它是150，所以150等于30 t square，所以我的5等于 t square，我的 t 等于 square 5，OK 加减 square 5，然后我 t 到过零。所以，哎，在这边我有算错东西啊，315加，这边放错了加，OK，315加165，这个是加，480，所以480，然后480除以30的情况之下呢，480除以30，然后我拿到的是16。所以这一个是16，square root 16，所以 t 等于4，OK，答案是 A。OK，好，然后在这一边 write a formula，OK，m is the square of p，所以我的这一个 m is p 的 square，b，k is 3 times the sum of r and x，k 是三倍 of r 加 x，sum 是加，OK。然后三括弧 r 加 x，c，z is w less than y，OK，z is y 减 w，z 比 y 少 w，所以 z 等于 y 减 w，z 等于 y 减 w。然后 d 的这一边，s is the product of a，OK，s is the product of a。and reciprocal of x，所以我的 s 等于 a square root x，这样，OK，好，在这一边沙林案 reciprocal 这一个东西呢，它的意思代表的是 equal square root of x，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它的 reciprocal 就是 equal 的意思，reciprocal of x。然后是那个 equal x，然后接着我们还有 reciprocal of 那个 y，它就会变成 equal y，reciprocal of 5，它会变成 equal 5，然后 reciprocal of 什么 equal 3，它就会变成 equal 3 equal。然后 equal 三，然后最后它就会变成了三，OK，然后那一个其实就倒反过来，reciprocal 就是倒反过来这样，然后 reciprocal of 这个 x 和 y，它就会变成了那个 equal，然后 x 和 y，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y 和 x，OK，然后 reciprocal of 那个什么三和五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变成五和三，倒反过来，这个就是 reciprocal。OK，好，所以 reciprocal of square root x equals square root of x。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Hamizi 呢，它有两个 smartphone，然后新的 smartphone 比那个旧的 smartphone 的2倍多500。然后 new smartphone，OK，S、okay, 是新的 smartphone，新的呢是 S，然后它旧的呢是 H，所以那个那个 formula rating 这一个，所以它是它的2倍多500，所以 S 是 2H 加500，就是这样，所以它这一个是500加 2H，对。
好，在这一边，它的 A、B、C、D 是一个方程形，E、F、G、H 是一个长方形，这边二跟四，它告诉我 A、B 是 m，然后 B、C 是 n，然后 AC 是这个距离，OK，它告诉我 AC 是那个多少？AC 是AC 是 x。然后过后呢，它的 BD 是多少？在这一边，它的 BD 是 y，OK，so 这一个是 y，OK，好，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要找 perimeter 和那一个 area of shared region。So 我的 perimeter 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左边右边一样，左边右边一样，上面下面一样，所以它是。两个 m 加两个 m 再加二加二加四加四，所以它会变成两个 m 加两个 m 加12。OK，所以 p 是2m 加 2m 加6，这一个。OK，好，然后它其实或者是我用这样的一种方式，perimeter 是两个 m 加 m 加4加2。所以是两个 m 加 m 加六，OK，好，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它是二 m 加 m 加六，好，然后接着呢，它要找的是 loss 它的 area，所以 area 的方程形是二分之一乘 x 乘 y，然后里面的那一个是二乘四，所以它是二分之一 xy 减。然后二分之一 xy 减八的时候，它这边二分之一抽出来，所以我把二分之一抽出来的时候呢，它会变成 x 二分之一减十六，OK？为什么它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的这一个东西，我要 factorize 二分之一，所以我们的 chapter two 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把二分之一抽出来的时候，除二分之一，除二分之一，所以二分之一二分之一越这个七上来，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二分之一 xy。减十六就是这样。好，接着第五题，在这一边它是 x 跟 y，然后十、十三、十六、十九，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重复的加三，前一个是七，七加一乘三，七加二乘三，七加三乘三，七加四乘三，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这一个这一些是 y 来的，OK，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呢，这个是 x 来的，所以我的这个呢就是y 等于 3x 加7，y 等于 3x 加7，对，好，接着在这一边 subject。A 是 subject，Y 是 subject，M 是 subject，W 是 subject，subject 就是自己一个在前面的，OK，孤独老人那个就是 subject。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七题的这一题。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它要变来变去，这个我们到了 form three 第七课form three。第九课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一个东西，所以我这一个我乘二十，五四二十乘二十，所以我在这边五四二十，四五二十，所以四三十二 a 加五 b 等于60，然后所以这个是12a 加五 b 60，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它这个是 a 是在前面，所以 a 是在前面的话，我把这个反过去。所以我就有12a 等于60减 5b，12a 等于60减 5b，12a 等于这个把5抽出来，12减 b，5抽出来12减 b，所以5，12减 b，啊这个是12，然后我的 a 呢就5括弧12减 b over 12，所以我的这一个，OK，其实是这一个，OK。然后我的这一个其实是这一个，OK，12A 5括弧12减 B，
然后我的这一个其实是这一个，OK，好，所以是12a 加5b 等于60，12a 等于5括弧12减 b，然后 a 等于5括弧12减 b 除12，好特别的一题。好，来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我要把 m 写成 subject，m 写成 subject 和 y 写成 subject，那这一个其实是有三个，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错。所以我第一个动作呢，我都是把这个乘上去，m 等于2括弧 m 减 my，所以 m 等于 2m 减 2my，OK。So for 这一个东西，它是三个都通用，这边这个也通用，这个也通用。然后我要的是 m，我要的是 m 的话，我把这个反过来，这个反过去，所以我这一边就有 2ny 等于 2m 减 m，所以这一个是 m 等于 2ny，m 等于 2ny，OK，所以这个是错的，然后接着在这边我要的是 n。我要的是 n，我把这个反过来，这个反过去，所以我的 2ny 等于 2m 减 m，所以 m 等于 2ny，我的 n 等于那一个 n 分 2y，OK，好，这个它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对不对？OK，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要的是 y，我要的是 y。的话，我把这两个除上去，所以我的 y 等于 m 分 2n，m 分 2n，然后 m 分 2y，对，OK 好，这一种接着第九题填空格的题目，其实我自己本身不喜欢的，所以我通常都是去别边做了过后我才去填空格，所以我左边 square 它，右边也 square 它，所以我就有 3k 加4等于 4m square。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2m 的 square 呢是 2m 乘 2m，然后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 4m square，然后所以我在这边这个是 4m square，所以我的 3k 等于 4m square，然后减4，所以我的 k 等于 4m square 减4除 3，OK，然后但是这边它要做 factorization，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 3k 等于4括弧 m square 减1，然后这个 m square 减1，4m square 减1，所以 k 等于4括弧 m square 减1 over 3，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这一个，OK，好，然后接着再来这一题，它要的是 w 是subject，OK，要把 w 变成 subject。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这整个乘上去，v 等于4括弧2减 square root w，所以4括弧减4 square root w 是 v，然后我要的是 w，我把这个反过去，这个反过来，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是4 square root w 等于8减 v，所以我的这个 square root w 等于8减 v 除4，我的 w 呢就会变成8减 v 和4的 square，OK。然后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二减 v 的四的 square，第10题。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这一个除这一个，8除4是2，v 除4是 v 的四。来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它的 x 和 y。要把它变成 subject，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左边 cube 它，右边也 cube 它，所以我就一减 x 和 4y 等于 w cube 和 8，OK，因为我的这一个一和二 w 的 cube，然后它就变成 w 和二乘 w 和二再乘 w 和二，然后它就会变成 w cube 和8这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OK，那是这样。然后接着呢，我现在要的是，我全部一起乘 8y，OK，我全部一起乘 8y。为什么我乘 8y 呢？因为我要把我的分母弄不见，乘 8y，乘 8y，乘 8y。
所以我这个 yy 约12 bar 还有2 bar 约，所以它变成 8y 减 2x 等于那个 w cube y。OK，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要的是那个 x as a subject，所以 x 这个搬过来，这个搬过去，所以我就有那个 bar y 减 w cube y 等于 2x，所以我的 x 等于 bar y 减 w cube y 和bar y，然后减 w cube y。把 y 抽出来，所以这个是把 y 抽出来，化简 w cube 和2，OK，y，然后化简 w cube 和2，然后我要的是 x 的话，我把这个搬过去，这个搬过来，OK，哎，这个我现在要的是 y，也是一样嘛，所以它就变成八 y 减 w cube y 等于。那一个 2x，我要的是 y，我把 y 抽出来，化简 w cube 等于 2x，所以我的 y 等于 2x over 化简 w cube，2x 化简 w cube，OK，把这个除下去，OK，好，来，接着在这边的时候，它要我们 complete 这个 table，所以我要找 w 的时候，a 的这一个就非常简单了。我就把它放进去了，所以我的 a 的这一边的时候，它的 s 等于6，然后 t 等于减8，所以它在这一边就是3×6，OK。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13×6减15乘减8，OK，除2，所以它答案是99。所、so, 以这个是99，然后 B 的这一边呢，它的这一个我们也放 value 进去，它的S 它的 W 是减27，然后13SS 是我要找的减15TT 是一和二，OK，所、so, 以它要的是这样，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这个乘上去。所以我又减54等于13s 减15，所以我的13s 等于减54加15，把这个摆在前面，所以它这个是15减54，然后它是 -39，OK，所以是 -39，所以我的 s 等于 -39 over 13等于 -3，所以这一个是 -3，这个是99。然后 C 的部分呢，那在这一边，我的 S1W 是减31，S1 然后减15T over 2，我把我的这个2乘上去，那变成减62等于13减 15T，然后我把这个减 15T 搬，所以我就有 15T 等于13加62，75，所以我的 T 等于75除15，那就5。所以 t 等于五，好，就是这样。好，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个 3PR 等于这个 F4Y，然后它的 A 给我这一个，然后接着呢，它的这一个它的 A 的部分，B 的部分，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A 的部分 P 是 E。r 是2，等于1/4y，所以我的 y 等于6×4，24，所以 y 是24。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b 的这一个，OK，p 是4，然后1/4yy 是8，这个约2，所以我的 r 等于2×12，1/6，OK，r 是1/6，OK，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C 的这一个，C 的这一边呢，它的什么P 没有 R 是5，一个是40，所以我这个月那是40，所以的 P 等于10除3×5，
所以我在这边约二，所以我拿到的是二本三，所以我的 p 是二本三，OK，哎，三个二，1.0二本三，对，二本三。好，接着 D 的时候，它要把它写成 p as a subject。So p as a subject 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一个三跟 r 丢下去，所以我的 p 等于 y 和四乘三 r，所以我的 p 等于 y 和12r。y 和 12r，对，好。然后第14题，它要我们把 t 写成 subject。你看多过一个 t，它要 t 写成 subject，可是它多过一个 t 的时候，这一种题目呢，就要把它乘上去，没有分母线，r 四减三 t 等于 t，然后我这边这样跟它乘进去，所以我就有4r 减三 tr 乘 rt 等于 t，然后这个时候我把这个搬过去。为什么我把这个搬过去呢？我把 t 集中在一起，可是我为什么不把我的 t 搬在前面，r 搬去后面？因为我搬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三个 terms 两个减，太多减了，我不要太多减。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个还是等下啊，这边这一个我这一边给大家看一下，OK，我为什么在这边这样做？OK。如果我刚刚在这边的时候，我这个搬，所以它就变成减三 rt 减 t 等于减四 r，三个 term 三个减，哇，那个真的是太多减了。three terms，然后 three，然后 negative，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是那个太多的那个 negative 了，OK，太多了，OK。这一个是非我所要，我不要的东西，所以它是 4r 等于 t 加 3rt，我把 t 抽出来，1加 3r 等于 4r，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的 t 等于 4r over 1加 3r，OK，然后 v 的部分呢，它的 r 是5，所以它是 r 等于5，然后4乘5，然后一加三乘五，五是20，上是56，然后改变成五个四，OK，好，就是这样。好，接着在这一边，它要我们写 R as a subject。So 这一题呢，它其实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Form 4的那个 Physics 的那个，OK。Physics 的那个 Lenz 的那个 formula，Lenz 的 formula 是什么呢？Lenz 的 formula 是 E per F 等于 E per U 加 E per V，OK，so 这一种类型的蛮常出现，所以 WPQ，然后那就 WPQ，WPQ 全部都成 WPQ，W W 月，P P 月 Q Q 月，所以这样我就有 PQ 等于 WQ 加 WP，OK，它现在要的是 W，所以我把 W 抽出来，Q 加 P 等于 PQ，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的这个 W 等于 PQ over P 加 Q，Q 加 P 就 P 加 Q 咯，所以这个是 E 啊。然后接着呢，二的情况之下呢，我的这个 PQ 等于 WQ 加 WP。然后他要的是 p，我把 p 搬去前面，pq 减 wp 等于 wq，p 抽出来，q 减 w 等于 wq，所以我的 p 等于这一个 wq over q 减 w，然后be 这一边，OK，他接着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那接着要我们做的事情是，那个 w 的 value，OK，当我的 p 等于 6q 等于2的时候，所以6加2，12.8就3.2，OK，然后 v2 的情况之下，它的 q 等于10，w 等于5，所以 p 等于50。然后十减五，
所以50和5等于10，所以 p 等于10。对，好，接着我们看第16题，一个子弹，然后射向天空，它的 speed 是有 t second，the distance s traveled by the bullet 是 s 等于 ut 加180 square。OK，好，然后还要我们找 s。OK，第一题这个不难了。只是直接给它扫进去吧。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A，所以 S 等于24×4.93 square，所以我在这一边24×3×4.9×3 square。OK，好，所以它这个会变成27.9，所以它是27.9。好，然后 B 的这个呢，它的 S 是52.5等于 UT U5 减4.95 square，所以我在这边我把这个绑过去，所以我的52.5加4.9×5 square 等于5U，所以我的5U 等于这一个52.5。加4.9×5 square，然后它变成175，所以我的 u 呢是175除5，所以是35，所以我的 u 等于35，好，就是这样。好，这一边第一题它的这一个是这样，来我们 find y in term of r，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要把 y 写成 subject。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我的这个 y 放在前面，所以43y 减12y 等于 7r，4r 减十二等于 7r，所以 y 等于 7r over 4r 减12，所以 7r 4r 减12，所以这个是7r 4抽出来 r 减三4×32，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 D。第二题。那在这一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就刚刚这个是第一题的，接着我现在来看第二题，好，第二题这一边的这一个，它要把那个 P 写成 subject，OK，所以我要把 P 写成 subject 的时候，我把这个 Q 乘上去，所以1减7P 等于4PQ，然后我 P 集中去后面。所以它就变成一等于4PQ 加7P，然后我把 P 抽出来，4Q 加7，所以我的 P 等于104Q 加7，OK，104Q 加7，好，对，然后C 第二题 C，好，第三题在这一边它要写 Y as a subject，所以我的分母这一边的 LCM。我的 LCM for y 2跟 10x 的话呢，它是 10xy，乘 10xy 乘 10xy 乘 10xy，然后在这边 yy 约5二十，然后10约 xx 约，所以它这一个是20x 减 5x2y 等于 3y，OK，然后它要 express y，所以我要把 y 集中去一边。所以我就20x 等于 3y 加 5xy，然后我的20x 等于 y 抽出来3加 5xy，所以我的20x over 3加 5xy 等于 y，所以我的 y 等于20x over 3加 5xy，20x 3加 5xy，C 第三题 C，好，对，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题，还要把。K 写成 subject，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边，这题这课的这一本参考书的练习难，square root k 加二等于4w，OK，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把这个乘进去，所以它就变成 w square root k 加 2w。
减二 square root k 减四等于四 w。OK，好，然后这一个时候我要的是 k，所以没有 k 了，我把它搬去后面，所以我就有 w square root k 减二 square root k 等于四 w 减二 w 加四，所以我的 square root k 抽出来 w 减二，这一个呢它会变成二 w 加四。所以二 w 加四是二 w 加二 over w 减二，这一个是 square k，我把这个乘上去，OK 除下去。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 k 呢是二 w 加二 w 减二整个东西的 square，所以它会变成四 w 加二 over w 减二整个的 square，OK。所以它答案是 D，第四题 D。接着我们看第五题，不容易啊。它要的是 T，第五题它要的是 T，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要的是 T。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 square both side，OK，好，square both side。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左边 square，右边 square，所以是 4m 减 e 等于9，然后 m 减 2t over 6，然后我这边可以约减326，然后我再把我这个2踢上去，所以它会变成2挂乎 4m 减 e 等于3挂乎 m 减 2t，然后接着我再把这个给它乘进去，所以我就有 8m 减2等于 3m 减 6t。我要的是 t，记得我要的是 t，所以我把其他的东西全部往过去，所以六 t 等于 3m 减 8m 加 2，OK，所以我的六 t 等于2减 5m，所以我的 t 等于2减 5m over 6，2减 5m over 6，2减 5m over 6 d 六 t d 对，第六题这一边，这一个。R 是不是 subject？是，OK，Yes，R 是 subject。然后他要 P 写成 P as a subject，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我把我下面的乘上去，R 括弧 5P 加3等于 10P，所以 5PR 加 3R 等于 10P，OK。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他要的是 p，他要的是 p 的话呢，我把这个 p 放过去，避免太多减，所以我的 3r 等于 10p 减 5pr，OK，在这边的时候，我刚刚的这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一边，如果我刚刚我搬的不是这一个，我刚刚假设我搬的是这一个跟这一个的话，然后它就会变成了。5PR 减 10P 等于减 3R，所以它三个 terms 两个减，OK，然后太多了，那个减，OK 我不要，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3R 等于 P 抽出来10减 5R，所以我的 3R over 10减 5R 等于 P，OK，所以我的 P 等于 3R，我把5抽出来2减 R。OK，这一个五要不要 factorize 出来呢？基本上我是觉得不需要了啦，但是作业他有做，所以我也这样做了。OK，好，接着第七题的这一边，OK，还有 express p，我们交叉乘，我把分母乘上去，然后我这个也把分母乘上去，四挂弧六 p 加 mm 等于三挂弧三 m 减 mp，所以在这边这一个跟它乘进去的时候。那就是6424 p 加 4mm 等于 9m 减 3mp，它要的是 p，它要的是 p 的话，我把这个 p 搬去前面，所以它就变成24 p 减加 3mp 等于 9m 加减 4mm，我把 p 抽出来，它变成24加 3m 等于 9m 减 4mm。所以我的 p 呢是 9m 减 4mm over 24加 3m，OK，
OK，这本作业它习惯会把东西 factorize 出来，所以我上面 factorize m，下面我 factorize 3，好，加 m，就等于四 m 八加 n，好，就是这样。好，接着在这边它要把 k in term of r，k 在这边，OK in term of r，这本作业的那个题目哦，就。不是开玩笑的，它就出到很难的那一种，四加三 r 等于二，square root 2k 加7r，然后我把我四除下去，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就四加三 r 和二等于 square root 2k 加7r，然后我的 square root 我左边 square 它，右边也 square 它，所以它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变成了。16加428，然后6是24，24r 加 9r2，OK，然后在这边我的这个4加 3r 的 square 呢，其实是4加 3r 乘4加 3r，OK，然后它变成16加 12r 加 12r 加 9r2。然后它就变成16加 24r 加 9r2，OK，等于 over 4等于 2k 加 7r，OK，好，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把我的这个4乘过去，OK，然后它就变成16加 24r 加 9r2 等于4 2k 加 7r，不。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干脆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直接在这边 square 它，我左边 square 它，右边 square 它，所以它这个是16加 24r 加 9r2 等于4乘 2k 加 7r，所以我就有16加 24r 加 9r2 等于 8k 加4728r，所以我的 k 是在这边，我把这个反过去。所以我就有16加这个减4 r 加 9r2 等于 8k，所以我的 k 呢是180，然后16减4 r 加 9r2，OK，好，对，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九题的这一边，它的这个 v 等于这个东西，OK。然后他要的是 y as subject，把这个乘上去，所以我的 2v 等于 square root y 的 4x 加 y，然后我左边 square 它，右边也 square 它，所以它这个是 4v square 等于 y 的 4x 加 y，所以 2v 的 square 是 2v 乘 2v，所以它会变成 4v square，然后接着我把这整个东西乘上去。所以它就变成 4v square 4x 加 y 等于 y，然后这一边它这个呢会是等于 16v square x 加 4v square y 等于 y，然后我要的是 y，我把这个反过去，所以 16v square x 等于 y 减 4v square y，然后我把 y 抽出来，一减 4v square 等于 16v square x。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y 等于16v square x 和一减 4v square，16v square x，然后是一加 2v，然后一减 2v，因为这一个呢，它是一 square 减 2v 的 square。啊，没有啦，作业他写到这边罢了。作业它做到这边而已，OK。然后接着第十题，它是一个长方体，然后 S 是它的 area of the cuboid cross permukaan surface area，所以我的 AB 的它两面，所以我的 S 呢是 AB 的两面，然后 BC 的两面，然后再来那个什么？前后的这一个AC 的两面，OK，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S 等于 2，AB
AB 加 BC 加 AC，好，然后他要我们找 A 当 S 是等于这个一二等于二挂弧 AB A 三加 B 三二加 AC C 二，所以一一二等于二，一一二除二。等于三 a 加六加二 a，OK，我把我这个二除下来，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是56等于五 a 加六，所以我的五 a 等于50，a 等于10，好，这一边我就把 EPH 的 practice intensive 的第三课讲完了。